我问一下王云，你明明知道李乐明现在身患重症，他是不健康的，你还愿意嫁给他吗？无论将来发生任何的事情都愿意至死相守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李乐明，你明明知道自己比他大16岁，你也知道将来的日子，你还愿意娶她吗？我这样问话很残忍，但我必须这样说，必须是当事人自愿。我愿意。